嗨，大家，今天呢是过年前的一个礼拜，然后我收到了这两只招财猫，我从Momo上面订的，然后我订了一个黄色，黄色是招财，订了一个蓝色是事业顺利，算是我们目前两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就订了这两个颜色。然后今天我们想要带这两只招财猫去土地公庙拜拜。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酷，居然附近有一间土地公庙还蛮多人会去拜拜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我们把招财猫带去过一过，进去吸收一下里面的气氛。过炉哦，过炉会不会把大家吓到？那我们今天就是去拜拜的行程 ，Go！ 在这个准备结束一整年的年末，那我们一起去庙里走一走。迎接新的一年，然后也祝福自己事业顺利，财源滚滚。哦，在这里。三台金跟福运平安金各一份吧。要写上今天的日期。嗯，这个。写在这个上面。这是爱写农历还是写国历的？写国农历啦，啊，你若写国历，你得个千国国个千字，嘿、哦、嘿，吼安尼，那你就知影。加建已经加加加，那你念。好，好，谢谢。天公炉、土地公、土爷公、天公炉。我们的招财猫，现在来旁边坐一下，让金子等一下，然后等下去烧。这间是新庄子的福德庙青云宫，嗯，香炉非常鼎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人都会讲土地公庙。
间是土地公庙吗？对对对对对，哪里有写土地公？这个福德正神就是土地公。哦，福德正神就是土地公。对，直接看那个名字的话，我是不太了解。这间冰淇淋店很有名哦，你想不想吃？我们走过去看看今天是什么口味好了。非常多人来吃，这个之前要排队嘞。真的？看今天的口味有没有兴趣？奶油伯爵奶茶跟草莓本人。哦，还不错哎，那我们来吃一支吧。对，选的是草莓本人口味，知道。来拜拜还可以吃支冰淇淋，其实也没想到应该是拔了。这个就在土地公庙的旁边而已，所以很方便。那拜了拜的途中，要等待时间，跑来吃一支冰。家了，然后我们已经把招财猫放好了。我们的招财猫就放在这两个位置，就是大门口一进门放在这两个明显的位置，因为大家都说招财猫放在明显就可以看到的位置比较有效，那就放在这，然后对门口招财，赞赞。好，新的一年呢，希望我们家的事业就蓝色嘛，买蓝色是为了事业，然后买黄色是为了财运，所以希望我们的事业财运都顺顺利利，然后大家都身体健康。今天是过年前一个周末，礼拜天，然后趁着那个周末呢，添购我们的新成员两只猫。其实我不是那种会很主动去拜拜的人，但是今年想说带着两只招财猫去那个很多人说还蛮灵验的土地公庙去拜拜，刚好也离我们家里很近啊，保佑我们2023年一切顺利，然后也祝在观看影片的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然后祝2023年的新年快乐，然后恭喜发财，赶快把这两个平安水喝光光，我们就今年一切顺顺利利，完美的画下一个2022年的句点。对，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大家拜拜啦。